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往，越想忘记就会记得越深。准备行动，三二一。为什么当兵？变强。名字？阎婆月。擒拿队列，器械障碍，没他一个整不明白，总得有人拿第一。混蛋，把他组队，就是为了这个目标。我所有的科目都是第一，为什么没有我？为什么？你觉得为什么？部队需要的是最优秀的士兵，但不是一个杀人的机器。强烈的欲望让他忽视了身边的人和事，看到了别人还没有认清自己，认清了你自己才能真正的走出来。他的心愿是感情，你是个死男，你要向他把自己牺牲了。能够我承认伤痕，我还能做的就是让现在成为过往，无论悲喜。跑。洋葱炒肉片。报告，都不会。除了吃奶，什么是生出来就会的？